Ivy， 今日咧想教大家咧勾呢一款咧檸檬鎖匙球。咁我哋咧可以用細線嚟勾耳環，希望咧大家可以 subscribe 我哋嘅 YouTube 頻道，多啲 like 我哋教學影片，支持我哋。將勾針上面嘅線拉長少少，我哋就喺呢個位裝入棉花。棉花裝好，第十八行勾好。將支勾針都有喺呢個入針位入邊，而家開始勾第十九行，將針鎖針當起立針，就喺同一個入針位勾針短針，將下兩針並為一針。第一組單元勾好，我哋而家開始勾第二組單元，下一個針位勾針短針，將下兩針並為一針。第二组单元勾好，我哋按照相同嘅方法勾六组单元。第三组、第四组、第五组、第六组。六组单元勾好，将支勾针都由起次位呢度翘线拉翻出嚟做花针引白。第十九行勾好，我哋而家开始第二十行，将针锁针当起立针，将第一同埋第二针并为一针，将第三同埋第四针并为一针，将第五同埋第六針並為一針，將第七同埋第八針並為一針，將第九同埋第十針並為一針，將第十一同埋第十二呢最後兩針並為一針。將支勾針都入去起次位呢度，翹線拉翻出嚟做花針引白。第二十行勾好，我哋而家開抽第二十一行，即勾針鎖針當起立針，就喺同一個入針位，勾針短針，下一個針位，勾針短針。下一個針位勾針短針，我哋總共勾六針短針。第四、第五、第六，六針短針勾好，留一段15cm 左右嘅線頭，將條線剪斷，將條線抽出嚟。將線頭穿在縫衣針入面，沿著這個位置做閉合處理。檸檬部分勾好，勾檸檬葉，將勾針擺線下面，翹線拉翻出嚟，再勾舊針鎖針，舊針鎖針勾好，第一行勾好，而家開始勾第二行，褪翻喺第二個鎖針位，勾針引白針。去翻下一個入針位，勾針短針，去翻下一個入針位，勾針中長針，下三個針位，勾三針長針，下一個針位，勾針中長針，下一個針位。勾針短針，去翻最後一個入針位，勾針引白針，
左針鎖針去返同一個入針位，鈎針引拔針去返下一個入針位，鈎針點針去返下一個入針位，鈎針中長針下三個針位，鈎三針長針。去返下一個入針位，鈎針中長針下一個針位，鈎針短針去返最後一個入針位，鈎針引拔針，將隻鈎針篤入去喺刺位呢度，橋線拉返出嚟做花針引拔。第二行勾好，我哋解开周第三行，七针锁针荡起立针，褪返喺第二个锁针位，勾针短针，再下六个针位，勾六针短针，去返下一個入針位，鈎針引拔針去返上一行嘅呢一個鎖針位，鈎針引拔針左針鎖針去返同一個入針位，鈎針引拔針去返下一個入針位，鈎針引拔針下七個針位，我七針短針，將隻鈎針篤入去喺刺位呢度，橋線拉返出嚟做花針引拔。第三行勾好，檸檬葉勾好，留一段15cm 左右的線頭，將條線剪斷，將條線抽出來，將線頭穿在縫衣針入面，然後將檸檬葉縫在這上面。檸檬同埋檸檬葉縫接完成，然後將檸檬穿喺掛圈入面，檸檬掛圈製作完成，檸檬鎖匙扣製作完成。如果大家咧中意我哋嘅影片，可以喺翻 YouTube 上面 subscribe、like、follow、comment 同埋 share 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， 多謝大家收睇。